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愿神与大家同在。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呢，是从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。这里记载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收成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盆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当哈巴谷察觉到世界充满邪恶、纷争和压迫的时候，恶人好像似乎会赢，而上帝却不理会这世界的混乱跟动乱，他就大胆地把他的疑问带到上帝的面前。哈巴谷书第一章大部分的内容呢，是针对哈巴谷的问题。第二章开始，哈巴谷就宣布他将等待听上帝对他的疑问的回答。上帝就在第二章对哈巴谷说话，他告诉哈巴谷要清楚地把他的答案写下来，以便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和理解。上帝说，看来好像恶人胜利，好像他们赢了，但是最终呢，他们将受到审判，审判可能不会很快来，但是他始终会来。第三章，哈巴谷以胜利的祷告来结束这本书。通过上帝的回答，他对上帝的能力和爱有了新的理解，他为神是谁以及他将要做什么事而感到欢心。在世界的罪恶和上帝审判中呢，哈巴谷学会凭信心生活，并且相信上帝是有智慧的。我们有没有像哈巴谷一样呢？当我们看到不公义、不公平、不合理的事情发生时，我们也很想找到令我们满意的答案，但是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。那我们可以不可以像哈巴谷一样，不看环境，不凭感觉，乃是要凭着信心来依靠神呢？哈巴谷三章十七节这么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收成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盆内也没有牛。这个处境呢，对犹大人来说呢，是很残忍的事，因为那是他们的财产或每年的收成。有可能今天因着疫情或 MCO 的缘故，你的处境和哈巴谷所描述的是一样的，你没有了工作，没有了收入，或者你是被逼减薪，面对很多你不明白的挑战。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像哈巴谷一样来信靠神呢？第一呢，我们要学像哈巴谷说，我不看环境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。因为呢，如果我们看环境，我们往往没有办法因耶和华欢心，因为处境很多时候呢是不如意的，不是我们想要的。特别是这个时候，你在家里工作、学习、经济的环境都不是你想要的，那你能不能还因耶和华欢心呢？今天让我们学习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不看环境。第二，我们要学哈巴谷说，我不凭感觉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。这里十八节说到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是很难欢喜快乐的，我们的感觉比较负面，很难会正面。不过哈巴谷却相信神，相信他是赐力量的神，相信他是拯救的神。但什么都没有道理，而麻烦似乎超过所能承担的时候，要记住，上帝会赐给我们力量来面对我们的困境。我们的眼目不是仰望问题或者看心情，而是仰望上帝。我们的感觉也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，而是像哈巴谷一样，我们要充满信心的宣告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不凭感觉。第三，我们要学哈巴谷说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只因他是神。十八节这里说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哈巴谷服侍神，不是因为神的祝福，而是因为他是神。即便他饥饿和失落，就算上帝没有为他做什么东西，他仍然会因耶和华欢心。哈巴谷对神的信心，不是由周围的事件所控制，也不是由他的感觉所控制的，他相信神是无限的，是无所不能的，
他绝对会做对的事，不会做伤害我们的事，因为他是有智慧的神。知道这一点，可以使我们对这个混乱凌乱的世界充满信心和希望。让我们学哈巴谷，充满信心的来宣告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他是神。哈巴谷学习到，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要有信心，相信上帝的供应，即便上帝让他经历苦难和损失，他仍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他的神而喜乐。这是圣经里最坚定的信心之一。但愿我们今天像哈巴谷一样，有一颗坚定不移的信心。弟兄姐妹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导读。导读是把神的话栽种进你心里，鼓励你多次重复，让神的话语进入你心深处，在你里面工作。等下导读的时候，鼓励你开声祷告，投入祷告。祷告时要专注耶稣。若祷告到你目前需要的部分，多重复几次。你也可以穿插方言祷告。若祷告到某部分，突然想到某些事，就随着圣灵的感动去祷告那事，过后再回头继续导读。现在我们要以导读的心来读一篇今天的导读文。天父，我们敬拜你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你是伟大的神，是配得称颂和赞美的主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，为我们完成了救恩。因你所受的刑罚，我们可以得着平安；因你所受的鞭伤，我们可以得着医治。你流出宝血，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；因你战胜死亡，使我们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。你为我们成为贫穷，使我们能够因你成为富足。你担当我们的羞辱，使我们可以分享你的荣耀。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赐下圣灵引导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过得胜的生活。主啊，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，你知道我的处境。主啊，我把我的困境、我的失败和问题带到你的面前，我找不到出路，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和处理，不知道怎么样走下去。我承认有时我对我的困境感到灰心、挫折、失败、伤痛、委屈。然而现在我要奉主的名宣告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收成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盆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，你是我的力量，你使我面临绝境的时候，不仅是忍耐，不仅可以平静安稳，还能有从神而来的真正喜乐。主啊，求你加添我的信心，使我能够依靠你，因为依靠你而得的喜乐要成为我的力量，使我能积极地去面对任何的逆境和艰难。你使我可以重新出发，掌握机会，再创新局。主啊，无论我的环境如何，我的感受如何，我都要选择信靠你，因为你是爱我的神，用笑脸帮助我的神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我依靠你，我就不惧怕。困难不能胜过我，因为你的恩典永远是够用的。因此我要宣告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为他是我的神，我的救主。奉耶稣的名拔除担忧害怕，栽种刚强壮胆来面对我的生活。奉耶稣的名拔除负面情绪，栽种平安喜乐来面对我的生活。奉耶稣的名拔除怀疑不信，栽种坚定信心来面对我的生活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现在你可以用导读文来导读了。愿神赐福大家。